应该都完事儿了。现在是三月份，国内应该是3月8号，女士节，节日快乐。三月份国内北方是吃不着玉米的，这边吃到了还不错。然后就把它这个水倒它了。这个给它蒸上，下边是一个托架，托架上的水啊，蒸蒸。邻居说可以用那个啥，用那个微波炉，微波炉也行，但是我还是蒸吧，蒸比较熟悉啊。这个没有我在唐人街的买的好，但是也行吧，这个。这个桌平时用的时候就放在这儿，不用的时候给它折去了，比较方便。这块它这个这种的 WiFi 了，这种的 WiFi 了，一个盒是吗？把这个苞米皮子给它放到这里，哦，掉地下不少。把这个地上掉给清理出来，把这个盆给它涮出来，苞米皮子一股清香的味道。一般是星期四开始，每周周四来收垃圾，星期四同样来的。好了，我把这个清理出来，把这盆涮出来，然后这个在这煮着就行了，这个。